会中，一个气旋从海上呢还没有登陆，就已经呢说强烈，一接触了陆地，就从马拉威、辛巴威、搞莫桑比克三个国家都一起迫击。这三个国家本来就是穷人很多，哪看得起这一波的大灾情？已经开始看到了，就是很悲惨。我们开始在想，物资如何靠近呢？目前呢，是南非有几位菩萨克服了种种的路途遥远，在地菩萨呢是花了3天2夜的时间到了马拉威。路程啊，还是日夜都没休困，而且呢也没有停下来，有饭店旅社都没有。这样呢是3天2夜，当地的菩萨南非呢师父的好弟子，他们就这样的为了看灾，还有潘明水居士，还有左行兵居士，大飞机啦去跟他们会合。这都是当地我们慈济人有种子，这是最新的一个国家。那慈济人在刚刚在那里播下善种子，这一回呢很快速的需要他们如何投入，号召着当地的穷人来救穷人，我们要如何安住他们的生活，以工代赈，让他们呢边付出边教导这种爱的能量。不过呢，这只是很有限极有限的带着钱去做以工代赈，但是他们现在最最需要是物资，穿的、吃的、住的，很现实的需要的生活品要这么多了。我们要大宗的物资，不管是毛毯啊，不管是米啊等等，都要运输。我们就开始要问港口在哪里啊，那港口卸货了以后又如何运搬啊？现在找到的只有莫桑比克的总部，去到那里呢还要呢攀山越岭啊，2000多公里才能到达。好，这要安怎样用卡车运到那去，实在是很困难。这是现在在考验中啦，我一直说紧催咯，紧催咯，快找路啦，要如何能进去？所以呢，人世间呐，苦难偏多了。那我们要看到了那样长期苦难的环境中的人生，
勇猛精进啊，这种菩萨的甘愿付出，在那样的诚心试验度众生，他愿意去付出。像这样的原来就是一辈子是穷，也是在那里他们生下来的业力就是在那样，共同的业报，这个依报啦，共同的依报就在那样的国度，所以他们的一辈子的苦，现在又遭遇到这样的大灾情，这都是苦。看到了蓝天白云，因出刚出来，底下买材料，在那个所在帮他们做，从安尼呢感动到了当地人，而且酋长他们也出来了，所以呢就这样带动起了志工。道路这么难，行进中那么困难，有些根本不肯帮你运送，包括这些水泥啊、砖块啊，所以很多事情是要自己动手。砂石啊，都是志工一桶一桶这样提过来的。Switch Foundation, felt, like pity for the victims here, so they decided to rebuild their houses. So everyone here are happy. Even me, I'm feeling happy. Everyone is like excited, happy for Tsuji is doing. Asushi, ndiwo kondo kwambiri. Ndipo asushi ndikwafunira zabwino zonse. Pazimene atichitira kuno. Ndipo ndikwafunira kwakukulu so master wawo asushi. Malingana ndi zimene atichitira ife kuno. 总而言之啦，要跟大家提示，我们是很有福，福报呢是要自己造，那平安要人人的用爱啦来呵护他，来照顾他，从善而造，造一切善的来保护人，那善的能量要去付出，普天下苦难这么多，我们要去付出这种菩萨情啊。那缅甸11年前呢、已经呢布下种子了，也是种子开始呢要一生无量。这一回发放谷种的这一大群的菩萨，成就了一大庄的功德，发放了40000多户的谷种给当地的贫农。未来啦，那一片土地，那一种善种子，把这一群人呢，也让他们能理解爱的能量，就是见善思齐哈，看到安尼的善呐，咱来当头带出了人人的善念，人人呢的付出。哎，都读呗，读到后面嘞，但看到嘛嘞，古嘞，咱路困也得背那路呗，古拉路嘞，路线那样嘞，咱路。路上没办嘞，今朝都接完嘞，今天没有得路，车接完嘞嘞。不打牌了，不打牌了，被路没有办法回家。俺路吃吃的跟过跟伢路没嘞，咱们办啥哩？这个有啥可以买了去？俺路不办了，谁他妈丢了？你他来今朝不有点工资的？来来来看看。你比方说，等你现在过他们300、300人，你把手机啊现在，那现没事现在在比对嘞，但为了但偏为别的事，你搞我，你搞你搞路啊，现在都搞的嘞。这一片啊农地啊的穷农来为他们给善的种子好好的，他们又是
在穷困中呢，也是在回报，用感恩心，用以行动，一把米，每天的一把米，他们也可以呢，在就地去帮助穷人，这都是要开始有心人付出。只要我们肯花一份心啊，可以做遍了人间事。大家人要有信心吼，大家人也要虔诚，为天下来祈祷，祈祷天下平安，无灾无难。